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今天呢是24节气中的秋分。我国古代呢把秋分分成三候：一候雷始收声，二候蛰虫披户，三候水始合。古人认为呢，雷声是阳气旺盛的标志，秋分后阳气开始就衰弱了，因此就不再打雷了。披就是细土。到了二候，天气变冷，蛰居的虫子呢开始藏进洞里，并且呢用细土把这个洞口呢给封起来，防止寒气的侵袭。到了三候时呢，降雨量开始减少了，干燥的天气加速了水汽的蒸发，因此湖泊和河流中的水量慢慢的减少，一些沼泽和水洼呢甚至会干涸。秋分时节呢，我国大部分的地区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凉爽的秋季，冷空气和衰减的暖湿气流相遇，就会产生降雨，雨后的气温还会继续的下降，所以呢就会有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说法。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《晚晴》就描写了秋雨过后天空放晴的景象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《晚晴》，唐·杜甫。返照斜出彻，浮云薄未归。江红明远隐，霞雨落于飞。浮雁中高去，熊皮决自肥。秋分客尚在，竹露淅微微。刚才我们朗读的是唐代诗人杜甫的《晚晴》。秋分这一天，淅淅沥沥的小雨，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停下。杜甫漫步在江边，落日的余晖，灿烂的彩虹映入他的眼帘，于是他写下了这首《晚晴》，把眼前的美景记录了下来。首联描绘了天朗气清的景象，虽然现在已经是夕阳西斜，但阳光仍然和初升的太阳一样光芒万丈。一个彻字就把夕阳余晖的强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。薄云在空中四处飘散，正像那居无定所的游子。江红明远隐，霞雨落于飞，雨后初霁，彩虹横跨在江上。虽然诗人距离它很远，但因为彩虹光彩夺目，仿佛又近在眼前。垂下的彩虹呢，就像瓶中倾倒而出的美酒，弧度优美。远处山峡中的小雨伴着落日的余晖洒落人间。下面两句，诗人描写了秋分时不同动物的习性。壮志凌云的鸿雁终究会高飞归去，熊皮马上要开始冬眠，也开始慢慢的变得肥硕起来。最后一句，诗人发出了对自己境遇的感慨：秋分时节，我依然在他乡漂泊，竹叶上的露水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已经变得非常微小，而我也像这微小的露水一样，已经是年老体衰了。昔日风华正茂的诗人，如今却是风烛残年，令人唏嘘不已。诗人用详尽而优美的语言描绘出秋分时节雨后初霁的景象，斜阳、浮云、江红和霞雨在诗人的笔下显得明丽自然，秋高气爽的秋意仿佛从诗篇中呼之欲出，而诗人通过竹露联想到自己，
表达出对于时光匆匆流逝的感伤。天朗气清的秋分时节，在诗人的笔下显得怅然凄凉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仲秋时节的江景在杜甫的笔下显得有几分落寞，而在元代画家赵孟頫的画作里，牧马人把马群赶到了江边，任由他们驰骋饮水，沉寂的秋江也因此变得热闹了起来。这幅《秋郊一马图》里共有十匹马，他们神态各异，神形兼备，河岸两边林木环绕，树上枫叶如火，河面水平如镜。牧马人身穿红袍，手拿马鞭，勒紧缰绳，他胯下的马扬起前蹄，正昂首嘶鸣。牧马人侧身看着两匹嬉戏的马，脸上写满了慈爱。他身前的三匹马正步入河中，看起来是要畅饮一番了。而在河面的正中，一匹马还在低头喝水，另一匹马可能已经喝完了水，转身向后，仿佛是在邀请同伴。在远处岸上，两匹追逐的骏马给闲适的画面增添了一丝活力。赵孟頫擅长画马，他的画风主要分成两类，一类呢是师法唐代画马的名家韩干，所画的马呢身形丰腴，用色华丽，以山水树石作为背景，一般画在绢本上；另一种呢则是模仿北宋李公麟，注重表现线条，只用水墨上色，不再施加其他的颜色。这些水墨画大多创作在纸本上，而我们今天欣赏的这幅《秋郊一马图》呢，就是他师法韩干进行的创作。雨色秋来寒，淅沥的小雨虽然让秋分有了几分萧瑟，但这何尝不是一种清冷的美感呢？秋意随着小雨更加浓郁，万物也即将走向凋零。但我们换个角度来想，这不也正是他们重生的必由之路吗？